是霸面认唔着人啊吧？我看你是袂记啊哈，阮该斗想啦。两个人结婚应该是有同款的想法，今麦煞爱离婚，正南才过落去，我的婚姻哪会变甲安尼？代志无问候详细，你就甲我动手，我安尼算拢真斯文啊呢。哎，遐是毋是有一个小姐，敢若想袂开，想要跳落来呢？小姐，小姐！雅慧，你讲阮曹龙包工程偷工减料这件代志，我有查过啦。还有店面写了真清楚，只要有偷工减料的代志，曹龙的公司就要赔偿大业建设。我嘛希望曹龙承包的所有业务工程要重新验收一遍。我一定尽全力把这件代志办好，希望未来我有机会能甲你讲一句合作愉快。方世杰，我只干的是替你个代理款，我爱你好久。你应该是霸面认唔着人啊吧？我看你是袂记啊哈。阮该斗想啦，两个人结婚应该是有同款的想法，今麦煞爱离婚，正南才过落去，我的婚姻哪会变甲安尼？代志无问候详细，你就甲我动手，我安尼算拢真斯文啊呢。哎，遐是毋是有一个小姐，敢若想袂开，想要跳落来呢？小姐，小姐！为今日开始，我不准你再来阮爸的病房，嘛不准你再继续用心理替阮爸做治疗。会用替阮爸挂定治疗方式的人，只有我。你若是坚持要用心理替爸做治疗，若是出什么代志是要安怎？我就是选择创哦，来的是我不好，我勇敢去承担。你即马是认为有人会认同你做靠山，所以即马也假，是你咧慌。啊，我点点就代表你讲了无对。然后，叫我来等。我袂甲你等啦！你给我讲一遍，我袂甲你。妈，你阿妈和两个同事对我安尼大细声，你阿妈一句话都无。你无要听我的，无要紧，从今日开始你免叫我。你做你的杨太太，我就当作无生你这种囝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